Hello， 大家，我都不知道是第几次以这个素颜的状态出现在影片的最开头了。我现在人在日本大阪，我来找Ian玩。现在时间是星期六的早上，然后我其实已经有点小迟到。今天我要去看Ian，就是练习他的柔道。在练习结束之后，他们今天会有一个日本很传统的活动，就是在新年的时候要打马吉。那听说打马吉这件事情虽然是非常传统的日本习俗，但是因为程序比较繁杂，然后花费的就是时间、金钱都比较多，所以已经很少人在做了。不过呢，就是Ian练柔道的那个地方啊，他们还是非常的传统。今天呢，就是还是有这个仪式。其他的我们就等我化完之后再说吧。嗨，好了，我化好妆了，那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早上出门前呢，哇，Ian还给我做了一个早餐呢，有吐司，然后这应该是 cheese 跟蛋白，然后 bacon， 还有一个香蕉。我快开始吃。噔噔噔噔噔噔，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会早起，然后做早餐给他吃。现在整个颠倒过来，嗯，我一起床就闻到那个烤吐司的香味，嗯，我的吐司好好吃哦，哇哦，我真的快要迟到了，我决定回来继续吃。好，很快跟大家做一个 OOTD， 我的上衣呢是之前在香港买的。然后裤子是 Levi's， 然后鞋子是 UGG， 外套跟帽子都是 American Eagle， so 耶、yeah. ！今天下雨吧，你看那个倒影好可爱啊！好冷哦，哇，好开心哦，好冷好冷。Hi guys, quick update. 我现在非常认真的迷路了。我明明就是按照 Google Map 上面的那个路线去走，但是他把我引到了一个像社区的地方，然后对，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所以呢，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没关系，我等他来接我，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去打马吉。好了，我们等会见，拜拜。我终于找到你了。We're gonna make mochi the old-fashioned way. 哦，看到了，哎，这是他们吗？啊，对，就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要打马吉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像这样子石磨的东西，然后那边好像在煮马吉中，然后这边有那个锤子。啊，公园。哇。哇。通常打这个都会从辈分最高的开始打，所以刚刚是老师先打。这里人都好热情哦，大家现在都在看我。他们打完之后就会把它放到这个有萝卜泥跟酱油，我觉得里面有 wasabi 的感觉，然后哦，这个酱超好吃，好吃，好吃，哎，真的好吃哎。I like the way that her eyes shine in the sunlight. Even the moonlit glitter of a smile just as wide as the grin. 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When you're not really fine, but you just can't get. Both got tragic pasts, but they won't ever be forever. Yet I'll stay here just for that and for as long as her pleasure. I'm a narcoleptic romantic with a pen and a pad. 这边还有黄豆粉的，然后那边有包红豆的版本。请吃，这是黄豆粉的。好吃吗？耶，我们打的比第一个好。拜拜，好的，我们现在回到家了。然后，然后我们刚刚不是去做 mochi 吗？然后他们说，
一定要带 Mochi 回家，所以我们也带了一盒，然后里面有原味的啦，然后有红豆的，然后跟包黑豆的。打 Mochi 是会变一年会有好运，是不是？好像是。嗯，今天的日本的一个小日常就是这样，虽然我没有拍到燕打柔道的样子。Anyway，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个 like， 然后呢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not our channel， my channel。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一个 like， 然后 subscribe to my channel。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很好吃。顺便跟大家分享，我刚在那个贩卖机啊，然后我想说我想喝一个冰的奶茶，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但是呢，因为我看不懂日文，所以我买了之后才发现它好像是减糖版的吧，喝起来非常很像稀释过的奶茶。以后大家认清楚后，不要买这款。